thank you very much. 拜拜。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辛苦曬，拜拜。其實重新選擇都冇乜點選擇㗎啦，因為自己知道自己一開始已經係好中意車啦。第一，咁第二亦都喺讀書方面比較上係差啲啦。咁第三就係話好多謝我爸爸啦嘅支持啦。咁好細個九歲已經開始接觸小型賽車啦。咁其實係要好個思想好開放先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因為細個讀書好多年輕人讀書都唔係叻嘅，咁但係到到而家。如果擺我在讀書方面，我想都不會做到什麼出來了。變成起碼我爸爸相信一件事，就是說行出狀元，應該這樣說。我希望是做好一點，經常都希望個心是做好一點，賽車方面，因為這個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來的。如果你自己喜歡的東西都做不盡力去做，就不是很對了。變成我想選擇不會太多，我想重新選擇過都會做回賽車手。其實低谷是很多的，可能大家見不到，因為始終在香港做一個賽車手是挺困難的，因為很少支持，一個很 niche 的一個運動，很窄的一個運動，變成會見很多贊助商，舊時也都要因應贊助商的配合才可以去晉升另外一個 level， 譬如說由 Formula Campus Renault Formula 3 到 A1， 接著到房車 GT 賽，變成很多個step 你都是要人哋配合到你才可以做到的，亦都由細開始啦。咁其實賽車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習慣性嘅嘢嚟嘅，所以變咗我唔會話太大壓力啦。有時相對地唔係咁好嘅，因為可能有時唔係咁緊張啲嘢，譬如可能有其他啲車手會緊張啲。咁變咗依樣嘢係我年紀大咗開始會著重於呢啲細微嘅位咯。譬如 set up 方面會俾多啲時間啦，而家花多啲時間。咁但係舊時冇嘅，冇壓力就你唔會去 care 每一樣嘢。咁而家都唔係有壓力，但係壓力係一個推動力咯。後生嘅時候就會中意啲感覺啦，兩個位啊，好跑車 feel 啊，死油要嘈啲啊 ，sporty 啲啊 ，RS 啲啊。咁但係隨著年紀嘅長大啦，亦都有咗屋企人之後咧，咁其實而家太太啦，兩個女啦，咁假日會希望揾個地方揸車遠啲，載曬佢所有嘅玩嘅嘢啦，譬如單車啊、scooter 啊，一間又話風箏啊、網球啊、游水啊，咁其實好多嘢要載嘅。咁其實而家日常用嘅車，我係要求大啲嘅，咁同埋舒適度高啲嘅。咁亦都有時太太亦都會揸下啦，咁亦都要揸一架比較上舒適啲嘅車，容易揸啲嘅車，咁佢哋會係 enjoy 多啲咯。其實做咗30年嘅賽車手，仲有咩目標啊？咁其實都是贏多啲比賽啦，盡量享受每一場嘅比賽啦。Involve 多啲啦。而家有自己嘅車隊啦。Phoenix Racing Asia 啦。咁做好多唔同嘅生意啦。咁第二樣就係話，希望可能喺我再能力多啲嘅時候，我可以幫到下一代嘅香港車手。